你就不怕我和姚威之间有利益输送的嫌疑啊？谁说的？我就干不出的一个爆款来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交个实底儿吧。顾太太还真是被骗了呀！我打听了一些信息，打听出来的。要不清楚的话，我再给你发电子档。谢谢。哎，不用跟我这么客气。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反正我那意思就是。家里所有的密码都是，手机的、iPad、银行的都是吧？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手机，没有查过他的任何事情，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。我在他的 iPad 的相册里，就是跟手机同步的内容，看见了他和那个女的拍的照片。时间显示是一年前，一年多了。嗨，我觉得你也不用这么快下定论，是吧？那万一照片上不是一个人呢？只是普通朋友，不是那个女的呢？见过的，嗯，在他办公室里面，他就是个。不管这事儿你要想怎么做决定，他也是得两个人做决定的事儿。不回来，就是不回来。跟我说他公司面临危机，要去融资，要去处理，要去绝地反击。我就要包容、理解、支持，像个大傻子，天天在家等他回来。你就是个大傻子，我这可能是有点孕激素啊。不是，这男的太不是东西了啊！我要是你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他一大耳刮子。走走走走，我带你找那女的去。不知道他住在哪儿，怎么找他？这不是有了吗？你不让我问这个吗？三诺二单元室长吧，你看看。嗯，室长。哇，租的还是买的呀？这要买得花多少钱吧？三总还是有实力。我是说，这房子必须得要回来。
然后那是在外边等啊，还是进去啊？要是景鸿凯不在呢？那不正好吗？打小三啊？我是说，万一不是咱们俩猜的那样呢？那就误会一场，皆大欢喜啊！哎呦，姐姐，咱们先进去啊，把这事儿给弄清楚了。你能不能拿出你在职场上弄我那勇气，啊，拿出来弄他们？我心里虽然知道99%开门的就是江浩开，可万一有1%的希望。是他车吗？江总，那我明天来接你。送我回家吧。送孩子上学回来了，还没起啊？嗯，几点了？10点了，迟到了。哎呀，反正都已经迟到了，我再睡会儿。你要再睡会儿，孩子都放学了，快起来吃饭吧。我再睡一会儿，我累。昨天晚上回来这么晚，干嘛去了？昨天差点跟人干仗了。干仗去了？哎呀，我差点。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个孕妇？老跟人干仗呢，怎么还？我陪安心捉奸去了。我有点怀念你们两个不和的时候，最起码人身安全有保证啊。我们都看见狗男女了，安心怂了。能理解，要是你，你也怂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想干嘛？我不干嘛，我就是说有些事情你不亲身经历，靠想象的反应是不准确的。也是，我看电视剧里面抓小三也不是这么演的。起不起？背我去刷牙。到账了。
有个事儿要跟你说。怎么样？昨天冯文义来家里找我。谁？冯文义。他来干嘛？找我回去。为什么呀？让我回去重新弄那个节目。雨果的老资本们缓过神来了，知道离开你一转不动了。其实是他们想继续用陶若言，但陶陶指定我来导。哦，我昨天才把合同发过去的，他这么快就有反馈了。小妞可以呀，上次骂他的话我收回。我早就说了吧，人家陶陶不坏，挺仗义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当着我的面这么肆无忌惮的夸曾经疯狂追求过你的女神，你的微博绯闻女友，不怕我查你 iPad 啊？你查我 iPad 干什么？它有跟手机是同步的呀，你小心点吧。那查 iPad 不全面呀，直接看手机。啊，显得我多小气呀。是不是跟安心在一块被传染了呀？人跟人可不一样啊！啊，她老公是她老公，你老公是你老公。是啊，我老公可不敢轻易造次。你注意措辞，不是不敢，是不会，这是人品问题，懂吗？懂。那你工作的事儿怎么想的？没想好。现在家里你需要人照顾，恒星流星也需要人照顾，而且我都做好不干的准备了，心态都调整完了，这又翻来覆去的。你听我的，老公，这事儿没什么可想的。之前机会流失的时候你都不知道，我好几天没睡着觉。你这么多年在雨果不就是在等一个大机会爆发吗？要不怎么会考虑要不要孩子去权衡利弊？现在不是挺好了吗？孩子也在，事业也在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。我也想特别骄傲地跟我们家孩子说，你看这节目你爸导的，商务你妈做的。行，看看跟他们怎么谈吧。好好谈啊，不怕提条件，再过分也行，越夸张越好。节目还没开始录，变化总会有的，放平心态吧。该放平是放平，该兴奋是要兴奋。OK。OK。乖，去吧。好。薇姐，对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安胎补品。哦，这里面呢，有的是我怀孕的时候吃过的，觉得还不错；有的是母婴 APP 社区里妈妈们说好的。嗯，这没错，您就吃吧。不用那么破费，陈良给我买好些了，都快吃好几年了。哦，还有这个是最关键的，防辐射服。好，姐，我本来想给你买个新的，但是我回头一想，妈，这种东西一辈子穿不了几回，所以这个是我穿过的，您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这个那就是真有用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所有孕妇妈妈都买这个，你就穿着吧，以防万一。对对对对对，跟厨娘似的，挺好看的。嗯，安总呢？哦，我给安总发信息了，他没回，估计是还在请假。哦，对了，姐，还有个事儿。安总带我那个母婴 APP 啊，合约不是确定了吗？原本计划着今天去他们公司开会，需要报价，结果这不是安总不回信息、不接电话，我自己去我也没这个自信啊。你跟徐总说了吗？没有，我怕我说了像打小报告，还显得自己没能力。不会，安总那么敬业爱岗，肯定是因为家里有事儿嘛。徐总又不是那么不近人情的人。嗯，您确定在业绩即将产生之际，徐总能理解吗？那这样，你把那个产品的项目书啊，还有合同啊发给我，我看一下。不行，我陪你去。好嘞，业绩算你们的。谢谢薇姐。去吧。
你还好吗？回来啦！哎呦，都几点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公司团建。衣服给我。领导们全在。团建也不能喝这么多酒啊！慢点儿啊。没多少，妈，领导跟我们凑一块儿聚，显得贼有凝聚力。哎，这几人给我们洗脑，疯狂洗脑，让我们溜须拍马，跟上，工作一部分。那你行了，就赶紧坐那儿喝吧。哎，小西了吗？哎呦，我还正想问你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小西这几天晚上都是十点多才回来，这干什么工作呢？啊，这干嘛呢？他这你一个女孩子家天天不着家。前两天说了嘛，新来一个领导，器重他，这两天忙。哎呦，忙得连孩子的奶都忘了。这下午啊，还母乳没有了，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都不接。你说到现在都没回一个。大宝没事吧？哎呦，你妈有那么傻吗？啊，我下午给孩子冲奶粉了。还是我妈。哎，妈，你还没睡呢？回来了，饿了吧？妈给你做点吃的。我不饿吗？晚上叫了外卖。什么？哎呦，你怎么又叫外卖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外卖不健康也不营养。你现在是哺乳期。那回头孩子再吃你的奶，他在。妈！半夜了，你休息吧，你歇会儿。我爸跟你，我怎么他？哎，我怎么他？啊，行了，你休息啊。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干嘛去了？几点不回来、啊？加班也能干嘛？你吓我一跳！你跟我这挤眉弄眼干什么？王伟，我都累了一天了，咱能别表演了吗？那大宝一天没吃饭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？我不是跟妈说了今天先吃奶粉吗？说了吗？忘了吧，我记得我发信息了呀。哎，你看我这下午开会呢，对方一个握手给我整忘了，但是我都编辑好了，就是没发出去。你看看，那妈不会死脑筋没给蛋宝吃饭吧？那妈能跟你一样吗？这么不负责任事妈能干吗？王伟，你干嘛呀？我也忙了一天，你数落我干嘛呀？那这事本来就是你错了，你错没错？你跟我较什么劲呢？你闻闻你这一身酒气，一看就是跟狐朋狗友又喝酒吹牛去了。不是你半夜回来就是工作忙，我半夜应酬就是狐朋狗友，忙工作我就是吹牛扯淡，哎是吧？扯淡！你这几天你半夜不回来了？你刘晓西。你这商务，你不是小姐，你半夜你出什么业绩？你这王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哎呦，这，哎呦，这干嘛呢？你回头再把孩子给吵醒了。哎呦，哎，没事妈，起来，我哎别了啊。你看我这回治完他服不服？大小王分不清了，咱还。哎呦，别管，去了。行，你在这里边睡吧。睡这儿，你喝酒，讨厌！一家之主不想跟你谈恋爱。刘晓西，你给我盖盖被啊！啊，这不用，真有意思。小西，吃饭啦！妈，我洗奶了，您别等我了。哎，好好说话。
哎呀，不能惯着他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倔呢？你跟你爸一个样。妈，我给你放冰箱里啊。哎。小希啊，吃饭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妈，我不饿。哎呦，什么不饿呀？这上一天班，这胃受不了。来，吃点啊。哎，没事妈。要点外卖了是吧？说了不听呗。不点外卖，到点你给我送。妈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慢点啊。哎，你看，还摔我。呀，气死我呀你！不会好好说话呀、啊？妈，就得治治他。治什么治啊？我看人家在治你，你傻的。没有力了，你别往前开了，你别往前开了。怎么了？下车怎么开？哎，合法夫妻啊。哎呀，忘了。这么大事儿能忘？哎呀，不习惯了吗？走，大大方方的啊。感觉有点奇怪，老公。怎么了？不用那么刻意吧。上次牵手进去都没人搭理，怪尴尬的。此一时彼一时啊，地位不一样了。任何戏剧结构里正式表达人物关系的时候，隆重点不怕。收收收。下班见啊！谢谢。又瞎聊天儿。早，谢谢。早，早，早。安总还没来？是，据说人事部的人联系他联系不上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会出事儿的，缓几天就好了。什么事儿缓几天啊？没事，上班吧。啊，对了，姐，陶若言的合同最终确认完了，一会儿邮寄给他。嗯，哼，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啊，费劲吧。哎呀妈，你吓我一跳。哎，缓两年，我怎么觉得话里有话啊？什么话？以我多年的职场经验，我估计啊。总理不来了，安心败下阵来。许文呢，就觉得高薪聘请你来，你干啥啥不行，你吃饭第一，就又给他边缘化了。安心觉得没面子，然后就不来，过不了几天就得辞职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是有话的。哎，不过这次最大受益人可是你啊！你看啊，你既跟安心学习了，又弄成了一单，还没得罪姚薇，哎，还能接着跟他干。可以呀、啊，你是情商界的天花板啊！说什么呢，软糖，真服了你，回去干活去，真行。领导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之前可吓死我了。怕什么呀？没有我，节目也黄不了。可不能这么想，节目是黄不了，那要是换了导演，咱们整个导演组都会被调换的。啊，行，现在没事儿，好好工作吧。好。
喂，嘛呢你？过来那个找我玩会儿。哎呀，去不了哥，我上班呢。你上班？你上什么班啊你？我爸把我银行卡停了，说不上班就不给我开了。再一个，天天玩也属实无聊。哥，要不然你也去找点事儿干吧。那行，那什么，你就在你上班的地方给我安排个工作吧。哎呀，别闹！我估计啊，你要来没一个星期，我公司就能被你拆了。那你废什么话？那你过来。我知道你炒股挣了不少钱，但那不是花时间吗？我还是觉得人得有点时间约束的好。马总好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爸来了，我爸来了。爸。还顺利吧？马总，一切顺利。帽子摘了。这是什么？跟我装病呢，对吧？不至于吧？你能把卡号发给我，我把钱打给你，好吗？50万？什么？我妈强迫你了，是吧？你妈没那么闲。那你就是迫于她是你上司的淫威。你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？我是我，她是她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这车是我自己买的。反正姐姐，你要是这样的话。那你没劲了，小朋友，你有劲吗？你呢？赶紧把卡号发给我，好吗？我把钱打给你，不要再烦我了。我不管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这心灵更受伤害了。你要不你这样，你出来，咱俩吃顿饭，你陪我。到时候我吃高兴了，你这心灵损失费，我再给你便宜点。有病。活着，欢迎复活。冯文义好像有种失而复得的应激反应，不让我走，一会儿直接开全体策划大会。估计要晚，你能不能去接一下流星恒星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辛苦老婆了。打算躲到什么时候？来，哎呀，来，大宝真乖。哎呦，你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呢？没吃呢吧？妈给你把饭热一下。
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哎呀哎呀！嗯，送你的。什么呀？哪儿捡的呀？捡的，花重金买的好吗？晚高峰卷了一岁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行啦，大宝看爸爸有诚意啊，原谅爸爸了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这吃完饭怎么还有点渴呢？干嘛？来来，来一瓶你最爱的解解渴，赶紧消消食儿。嗯嗯嗯，没吃饭吧？行了，这回原谅他妈了。谁原谅他妈了？不是，跟他妈有啥关系？你可真能来。吃饭了。没吃饭。哪来的花儿啊？哎呀妈呀，这花瓣都掉完了。往下薅的。特意买的包装纸呢。白花挺好看的，跑了20多公里买的包装纸啊，我留下了。儿子，以后啊，你找媳妇儿就得学爸，找这种温柔美丽、善良大方、漂亮贤淑、勤俭持家、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。稍等一下，啊，谢谢。可以啊，恒星，那挺干净的啊，干事真利索。哎，沙发底下别忘了啊，一会儿得扫一下。你好，这是姚女士家吗？啊，这是你的外卖。啊，再见。哎，谢谢啊。嗯，回头结束了奖励你再玩个电脑游戏啊。回来了啊，刘星，我看见了啊，你得跟你姐姐学习，听见没？小小，我好饿呀。那你坚持一下，一会儿饭就到了。姚女士，这是您点的外卖吗？你拿上来了，那正好。都别干活了，赶紧去洗手去，一会儿吃饭。爹，爹，怎么能给孩子吃外卖呢？哎，就一个晚上，没事儿。就一个晚上，你不做点饭？哎呀，术业有专攻嘛。我的专长是上班，做饭对谁都不好。小叔，嗯，你怎么穿鞋进来了？我刚拖完地，害得我又得多拖10分钟。哎，恒星，恒星，今天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得很好了，奖励你提前下班吃饭。孩子刚到家来，让他们又是擦地又是擦桌子，嫂子要知道了，让大萌知道还得感谢我呢。孩子怎么了？孩子跟我们一样也是平等的个体，对吧？啊，哎，都是要付出努力的，不要让他们养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毛病。小叔，小沈说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现在我是小沈的乙方，我们之间还有合同呢。小沈说这叫契约精神。漂亮耶。来，开吃吧。他俩才多大呀，你给他们灌输了些什么思想？孩子也是需要平等对待的呀，你们以为自己是对孩子好，但你们这个教育方法完全是看轻了孩子。刘星，我看见了啊，不许这样啊，说好了，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够玩 pad， 放回去，不然扣分呢。不会吧，摔坏了。
怎么办呀？外面全是东西。哎呦，邝良心！你别吓我呀！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之前不是跟你说好了吗？完成任务以后才能玩游戏。你现在算不算违反契约精神？杨威，一个男子汉不许哭，自己犯了错误就要承认，就要勇于承担。你自己是大男子汉了，之前怎么说的？一会儿吃完饭给我罚站十分钟啊！杨威，没完了。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发个微信都没好声好气的。离婚协议书签了？签了。满意了？我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？我得赶紧交给审计去。然后呢？然后等他们审查通过了，没什么风险了，我们还可以复婚呢。怎么了？看看，柳青，是吧？28岁，你不年轻了呀？哇，当然要看跟谁比了。你在查我是吗？你不信任我是吗？江宏凯，以你的智商，不是早就该料到会被我发现的吗？还是我在你心里根本就是个蠢货，连遮掩都草草的遮掩掉了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当初是你想做丁克的。你知道我喜欢孩子的，你说你要搞事业，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过于费心费力了。是你啊，你逼着我放弃的。是我逼着你放弃的吗？我们又不是没有试过，是你怀不上。明白了，那就离啊，离婚。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柳青怀孕完全是一场意外，她一直瞒着我没告诉我。等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那孩子长到了已经没有办法不让她生下来。是，我当初也想着第一时间告诉你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的出发点真的不想伤害到你。不想伤害我？江宏凯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了？你婚内出轨，跟别的女人搞不正当的关系，你说你不想伤害我，你转移资产，骗我离婚，你说你不想伤害我，你迎接新生命的喜悦，你照顾他照顾的无微不至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你说你不想伤害我。事情是伤害到你了。可你为我着想过吗？啊，当初为了创业，我们失去了太多能够要孩子的机会了。而我现在呢，事业是越做越大，孩子呢，越来越成为了我的一个心病，一个遗憾。而你现在错过了最佳的生育时间，难道让我逼着你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为我生孩子吗？这不现实。
安心，你看这件事情这样好吗？只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，等他平安的把孩子生下来了，我要让他立马消失，从此以后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然后孩子记在我们的名下，我们只当借了他的肚子生了这么一个孩子，我们才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。江宏凯，当初我刚跟你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但我没有爱。